到尾平板吼，啊嘛感谢咱弥勒家园，感谢咱张天老师为咱今仔日的课来讲解。当然，今仔日不是本心也发挥，就是要互咱去认识着家己，了解着家己。如果你无了解着家己，你袂前进；如果无你无你认识你家己呢，你袂去改脾气、去毛病。哦，所以认识本心足重要。修道嘛，无认识着本心呢，不管你学了偌济法门呢，对你都无帮助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呢，课了，到这最后呢，咱来邀请咱傅前人，给咱做一个闭关的结义，来大众请起立。哦，大家请坐下。哦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。王教授，张教授，咱主席，咱各位领袖，各位啊，昨天不是来电，大家午安，午安，时间很紧，真的不全，啊，一起啊，不会的哈，啊。尤其是今年啊，发生个疫情，要从七月一直到八月啦，今年八月。嗯，我感受到今年的这个年冬啊，啊，我二零二零这个年冬啊，我足侪变化，咱唔就感觉。嗯。啊，我足侪互咱想袂到的迄个用途啦，的迄个结束，还感觉。这就是了，这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迄、那个时代的一个转变，一直在转变。但是这种转变就是，应该是愈转的愈好，前的愈转，给愈来这个结束。今年疫情，到现在已经死去的人，差不多是71万人，71万人哇，听哦。每70000人哦，71000人哦，对的。以世界已经这个新冠状病毒有71万人，但是钓到迄个新冠状病毒钓到啦，有差不多2000万人哦，2000万人啊。但是你感受到，那不是这个心态。嗯。对我来讲也很遥远，对我来讲也很遥远。但是咱袂使有这个想法，现在离开你很遥远，是你已经去有道德，你今仔有修道，你今仔去正面行来去过好。现在讲呢，那个家庭也旺啦，家庭也旺啦吼，啊你本身也旺啦，就是太平年。咱家庭也无旺啦，咱本身咱啊。你衰啊，衰皮衰，衰皮衰啊！人讲祸不单，祸不相持啊，祸不单，祸不相持，祸不单。咁是安尼。嗯。但是这个物件，这个劫，是咧找些物件，找些衰皮衰啦。啊，你现在衰皮就是咱个根无够，咱个福无够，咱嘛讲起你个重要啊，现在你个要啊，就是因你今仔有修好，你个家己。有一种的感受，你也感觉有这种感觉，因为夏天夏天，拄只咱有阵是讲一个比赛，六分射五分，啊，空分射一分啊，吼，我都夏天夏天啊，那是夏天夏天啊，哦，好了，啊，现在夏天夏天哦，啊，夏天夏，嘛夏好热，嘛夏好热啊，因为讲其实都比咱的人情啊，啊，虽然人生来到这个世间。因为想要变得，但是呢，你做众生的贵人就会离开，你做众生的贵人，你不是做众生的小人，你做众生的贵人，给人减下很希望。大家你才听道理，你把的道理，就是你去讲给听，你去讲话污染、幽浅，你只做众生的贵人，因为咱人。那这个世间啊，人家讲，伊是我的贵人，伊是我足尊敬、足尊敬的人，
你不白人世上，啊，你不白过世上。伊若感觉你这个世间，我不这个人，我出讨厌。安尼听无？嗯。人一定要改变，要开始。我这世人特别贵，今日咱以前叫做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嗯。都叫跳出一家人。嗯、因为我不可能还看看他毕业毕业毕业，他一些毕业我也是毕业，因为我不是有细胞。嗯。但是因为我今天去试过，因为有一个不起哈、哦，啊完全变哈，啊水泥厂变变成好势。我因为我惊死的，我变惊死的。啊，无我基本上还听一些还在读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必须讲，因为跳一家人讲意思，讲意思。嗯，其实今天去弥勒家园，弥勒一家人，其实讲明，今天去咱对这个道场，对这个人，心里这些人，心是一家人。嗯，这种不是什么人的能力，都是咱大家共同的打拼，大家共同的努力。这只船啊，未使跟着老师，未使跟着方向盘。你使跟这个地方，那跟这个地方跟这个方向盘，跟这个摸摸七七出来，等你还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啦吼，咱清楚，会当跟一个鸟的，会当跟一个跳的，会当跟一个鸟的，袂、啦吼。那跟一个鸟，跟一个鸟，啊跟一个跳，啊这个出来喊了袂？嗯。你看出来不？啊，你这个道条，会当跟什么人的？所以呢，这个道条就是无论恁人才甲，点外苏甲、顾建林甲建林，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。嗯。有甲你关心无？嗯。有甲你照顾无？嗯。那恁，明仔日，咱来做掉。好，他们也无甚关系，哪会甲讲个，迄个无甚关系，伊足认真，足拍拼，啊嘛带咱来点外苏。啊，去给人哄亲，去给人解答。嗯。其实不过都有那心，干嘛讲惊有都有那害态？啊，前辈者，伊就做家婆的，啊，就去给人鼓励。迄、那个家婆是不信的，迄、那个家婆是歹的哈。加一个婆啊，吼。嗯嗯。较早人咱讲伊听无，苦靠安那。不不不。心婆啊心啊，啊你加一个婆啊心的，你都不信的，你敢听？做家婆的。记一个簿，迄个个核心爱听好，去出来咧，鼓励看好核心。何咧你不低啊，输低低；何咧你不明啊，输低明。迄是不是咱心目中的贵？嗯。咱心目中贵人咧？好，今日去，若要甲讲起，也无探汤，也无探料，也无探脑的。我今日暗时讲咧，比如讲咧做。你小孩好啦，你做保养嘛，还有你做些病理需要好。当然，那气是因伊为着伊甲因伊而目的。但是这边的一家人，弥勒一家人，因为伊每一个心都系伊咧，每一个道心的心目标，伊出来咧看，今次今日你什么人无出来？今日什么人无出来？啊，若无出来，伊就咧担心啊。我这个顾虑的，他心转，哎，他都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就差一步，咱的囝，咱的囝，咱若出去，我囝囝，啊，你得爱来参悟呢啊！好啦好啦，我不管去，但是你去的时阵，拢会看啥？看恁囝，我一个人，你都无看，你咧伤恁囝呢？那不是啊？呢，我囝闹出来了无？你囝闹出来，你干嘛？你敢知啊？这条心我挂你面镜，啊！我讲，好，我个手镜唔错。啊，今日你镜来无错咧，咱来做失望安尼吼，因为我镜无错。我讲这道理恁听无？咱的组长，咱的领导，一个人的点嘛心，都是这心理现象。看到恁出来作欢喜的，伊作欢喜的；看到咱无出来伊啦，伊作失望。那边个贡献。这个物质叫做无为，无为啊，无为，什么叫做无为？无为就是讲无为的目的，无为的企图，叫做无为。啊，这种心变成什么心？这个心变成佛心，嘛是咱心中的贵人。
心目中贵人。啊，你这个团队是心目中的贵人，你看好可贵人。咱今日去，迄个宜兰，宜兰的高速公路，你敢知影？宜兰要走去五号的高速公路，迄高速公路礼拜五号高速公路礼拜到拜六，迄塞车时，拢几十块，大不堵，那是到遐咧行路呢。迄对宜兰咧行到的时阵啊，迄个台北吼，哦，迄爱上车爱骑车，过去讲咱咧几十，过去的时阵啊，那迄个都。这个人吼，有小技术的，你看开过十点钟，那开会，足够开的呢。但是，咱感觉花莲啊，咱宜兰的时阵啊，咱陈摊主、那吴摊主，因今仔日宜兰就常得过来，因每一礼拜拢总过来，因家己开因家己的车，把因这打造，拄则看你这个小姐吼。嘛是因内底，你单单做事情是咪啦？啊，恁大姐做囝吼？哦。要第二代啦吼。哦。恁若要讲，若对爸孙来，咱第三代啊。因为照着买拜到拜了，哦，坐外过车，对花对伊人咧坐四四，一个到车一站已经跳六条。啊，今日就把咱今日跳三条。哦，我请问。刚刚说你一条赚偌济，你一条就赚偌济啦吼。其实我拄才讲一句话，因今日有智慧，因今日把这个所做的物件回向给伊的囝儿的事实，把伊所做的物件回向给伊的救援去做，把伊的所做的物件甲建立伊的心目中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德，这叫做德。我拄才甲你讲的，但老师。你若出来哦，好一个发心好啊，一个好啊，你一段都袂行。莫讲一个人啊，一个好啦。是安怎讲？内行是看门道的，啊，外行是看热闹的。内行看门道的，啊，外行看热闹。什么叫门道？迄、那个门道是看个重点。食饱宵夜，啊，无创好个，啊，大家安尼可能就即阵人食饱无代志宵夜啊。咁是安尼，可能是安尼吧，你个想象可能是，因钱也无遐用，因钱也煞无用。但是因无用是无用，无数，唔是无用家己个代志。啊，这个无用无数，就是做啥物啊？我想讲个，因这点人一跳，因这点人无望个，你讲看看，黄金啊吼，搭同阿爸去社会吼，伊用个钱去比袂出来。迄只豆啊，那黄金甲金金也是做伙，迄只豆是黄金来去。金蕉，金蕉。下起金蕉去，下起金蕉去金嘛。金蕉。豆就下金蕉，阿你呢？嘿嘿。阿你若下金蕉，你迄只豆头发不咧烧伤啊？呵呵呵呵。阿你听无？你咧头发不是只豆头发，你的头发是迄块是钻石，迄块金嘛的头发。嗯嗯嗯。伊这阵人就是啊。就是要揢迄个嘛，伊毋是要揢一条面蕉，是安怎呢？真正无为那是大为，无为才是大为。会当付出这个物件，这个人，这倒是真正无简单。孔圣人，你大汉来讲啦，得食不了财，食饭了，这句话讲出来啦吼。孔圣人，你两千几年来讲这句话，得食不了，得就是根本哦，财就是基本哦。我也看到也是，对不对？迄金啊，我想有迄金，若无有迄金啊，贵也得了了。咁是安尼，是。但是你看表象，煞水，若无金，两粒面。水个，伊拢总无有。你若有金，一年一年个，伊愈发愈清。什么原因会当会愈发愈清？是迄金会愈发愈清，唔是表象会愈发愈清，唔是这个原因。今日，咱是安尼卡住咧，愈来愈大下尾。什么原因？第二是家己目的。啊，其实安怎啊？我唔晓得。做简单的道理，上难付出，叫做功累，叫做功累。有得出有人，有人出有财，有财出土，有土出用。
得食本领才食本领，有得出有进，有得的所出的人是什么人？无得所出的人是什么人？当然，这是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平时咩，那个接光明在做的，无论是多旺、路多长、修多福、办多大，咱的人生夹在这边是苦。我是很甘愿，我是虽然唔甘，也是很甘愿。有无？嗯。我就想笑，笑笑阿叔，昨日迄个红点师那个阿叔，去个去游览车顶，阿咧笑我的时阵，放一条，伊去看见一条朋友甘愿。伊讲你怎么做朋友？今日一条甘愿，阿咧笑，我唔甘愿。我不喜欢笑笑干的，我那是开玩笑哦。所以你干完，当心完，因为你今天你不是在这办家家酒，不是在办家家酒，你不是在这算算哦，你不是在这在怀疑哦，因为你是真正要去选择的了，你要来去经营才不得的了，所以你不能受委屈，你要你一定要救心命的进来祈祷啊。哎，众生啊，你起码刚刚刚刚哪里多呢？共人来去除不相生咩？共人来精舍来去除不相生。当然啦，菩萨道、那佛道、那阿修罗道、这个道的修尊啦，这个辟支文道、哦阿罗汉道，这个来啊，你并没讲不相的道理，你就在那破破造。那今天地刚到来，众生都来，罗汉都来，你还搞懂看没有？解脱才是一条，他、啊、不会相信，一听到都一定就走啊！只有你啊，第二不会好过来。好友，咱今日大家有法通解脱才乖乖脱罩挂嘞。我哩外口嘛，还挂口罩呢。我来讲些在说，你叫傻逼，是安怎你走得这一条？你哪个？你是不当官？嗯。我讲我你是走得走谁啊？你到底挂条？你看。因为我讲，因为你今日你的重点是啥个？不是为个人，不是为了赚钱啊，为了赚钱来才今日两千块我就买来，现在买来，我来这里所在，因为这有什么条件麻烦，不然不行要要要呢？我这是讲不行啦吼，按两千块给他做，还是其实，我今日来这来到听到道理，我的核心。我不是拍这两千块，我想你不得你金光金第八分，伊想讲所谓迄不得啊，你讲的对哦。伊讲用幼年受持佛像出家，哦，用幼年，说白了，用幼年一三章乃至四眼七波是用过山，是因一路念念到佛，这是佛的门说话的，恁听好哦。师父，我个唔是话，师父了，师父了，确实有一个人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七宝你听无？金、文、马、乐、衣、裤、钻石、马乐、甲宝的，七种的宝贝，带七种的宝贝，就带十亿粒地球，十亿粒地球七宝起来过世哦。好啦，唔是话的，啊，唔是哦，唔是话的啊，师父在讲善根善根，这是哪里是能够接啊？那苏伯德那讲，苏伯德是太空地的人，伊是个干嘛呢？是福德，正福德性，是个如来所的福德咯。如来一直讲的，这是福德哦，这是世间法哦，这是种福，唔是出世间法，这是福德性哦。所以你如来那系讲一个道，这个道是哪解说？以世间法，有一个道，有一个效，有一个效，有一个道，二元对立法。你今天福界内底当中，伊文对立法后边有诶资料，用有人修持独修出境，乃至所有的其他人说有甚物？用有人呐、啊，确实有一个人修甚物啊？大乘佛法，持甚物大乘佛法，乃至所有因功叫诶一部诶，为他人说，这个叫做菩萨。这个依附心地来讲，因为这个人修持佛像、出经乃至数经，其他人说这个人胜过于十亿个地球七宝的宝物。安看条理是，念条话话，嗯，不都是经历
经历了，听着好多。啊，有遐本事，我看着有那十一个病人，七八个天啊！你讲受持佛说出一般之所，一定对他有所必要性。即是即些物件，比你个人，一定菩萨。这个菩萨，因为伊功德是无量无边。这个菩萨是因为绝对法，这不是叫做语言对法。今日，咱讲讲到这个所在，咱有一个真是开悟，有一个叫做见性，咱有一个叫做顿悟了后，你个脑白晒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我终于，我终于感恩着过去一路来给我栽培啦，给我生出来啦，给我鼓励啦，给我鼓励，给我高兴的啦。这点啊太伟大，因为我这点啊。太艰苦了，我今日嘛无可能，但我的命运都改变，我的命运都改变，命运都改变对过来，不是你五级作业，不是你选择作业，不是你的地理作法，不是这道理，不是你吃啊骨力百倍，不是这道理。这落个重点，重点在于懂得，听好，这就是个对，什么这就是对？咱是福利更多的，咱是福利更多的，这是什么样？因为你叫做不见分，念念念念，离咱离咱，咱何止的珍贵，念念在伊的心目中，伊不敢放，伊不敢动手干，伊不敢放弃，伊不敢不要。你给一个菩萨道的人，你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给你念念，让你给你纪念的生活中，你有保佑吗？你有感受吗？我说我本来我要来找你放心的啊，你本来放在我的保佑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我说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今天你就贵，今天你就贵人来啊，哪听到贵呢？能走入你的家庭，那是因为咱足有福报呢。是啊，因为伊有德行的人，今日今日一个专门咧发表，还是专门咧讲道。我要来你啊找恁囝咧，你讲好好来啦，我囝有滴个，你来当讲未？没有。那你讲讲你头发毛哪看？伊来讲，伊是讲道，那只有恁囝是要去发表，要讲道。你无可能无明白，啥无可能无明白？因后边我咧讲错话，咁是安尼。那你今日一个贵人，你要到咱个家庭，甲咱鼓励，所以因为伊穿着就是哪，头顶天明，心江水明，伊边个所以面就是佛法性，佛法性，你们讲内底个佛性，所以咱这是真好福报。所以我拄只讲个，就是咱今日去，咱下当来到道场，咱基本上来贡献，咱每一个人有充满一足个感恩。因为那个，因为规定就是一个道德的生活，道德的生活，有道德的生活带德性，有道德的生活带戒带，什么叫做戒带？这个卖红，我讲了无声，戒带如何？有戒带如何？无戒带了哈，我讲了无声，有戒带了，无戒带，这个戒带是哪里啊？这个无戒带，这个卖红我咧讲。伊会跟我回应，有记得了无？一定有记得，因为这个会应接，咱一定爱做会应接，咱莫做袂应接。咱是得开啊，那起一角必一分，过一节年，你去到的时阵啊，迄个五金，迄个五金行，你敢叫迄个必一分的起一角在内面？真哩，因为迄计外，迄外销袂出去的。你若无爱经营拍计划，你拢一定较俗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是你们挑人都得来。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无买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你无在意这个。你现在迄个在迄个挑。所以今日咱，就是要做啦，要做众生的贵人，但是咱一定爱行出。虽然咱爱知影，一个多两个。两个到四个，四个到八个，八个到十六个，一定坚持的，大家
来做一个弥勒之家的，弥勒的家。因为咱今日今这个能量啦，愈发愈大，其实这个结束，这个结束啦吼，会伫咱中，其实咱的家庭愈平安，咱一切愈顺利，这是作用因咱的家庭旺嘛。啊，恁家庭哪里衰？衰就是讲风水上是用安尼嘛，风啊刮花啊刮花，过袂去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家庭哪里袂好势，靠我的妙师啊、救星君啊、救菩萨啊，对不对？当你需要他的去，基本上来讲的，咱今日坐一只修好本把它破掉，修咱的江苏，咱的前辈者，你这个所在给你加持，以及什么叫做有好的地方？什么叫做有福报的地方？其实佛堂的所在上个福报的地方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咱的教育班，咱的大，就把咱的囝儿死死，把咱的子女给传来。好、哦，我马上咱的子女如何传？咱的子女要传，咱从那边传，咱的子女如何传？因为根深蒂固啊。因为讲，祖先没办法保持，你讲没办法看到保持，啊，保持了还传？不去穿嘛，去穿，显得么？咱家己的走路脚偏去，你一生，你的一生很完蛋。我讲一个事实，听唔知我讲唔讲对，好嘛？好生有善道亲，看望有啥物啊？因大姊有生三囝，生三囝，两个上斗的，啊，一个较正经的，大个上斗向乖。第二个，吃到无钱，拢按老母存两手办法去上班。有一个当中呢，因老母，我伫二楼要溜落来，伊都给一个菜刀，我伫啊伫一楼的迄个楼梯口遐，我倒来倒来倒。妈妈，你今日去拿无花钱钱给我，我该出事。因妈妈喊了，啊，嗯。那是真的讲我听啊，我唔是讲后面在讲话哦。有这个物件无？你食毒的吼，目睭起落的吼，心歹就是慢慢做的。今日今，我做比如，咱若有迄个囝，你要试试。你会讲出不赢，他们做不赢。他们做不赢，那真正足惨的。但是是什么原因？咱就是懊悔。啊，我过去做伊的时候，我懊悔。看了不是，咱拢会这个观念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已经影响，有好做无？嗯。咱的囝儿是一个今仔日，老好啊，啊个无叫，偏啊上进，咱来讲咱好积德，咱是安尼。嗯。好积德，好积德嘛。嗯。好积德嘛，啊积德用积的嘛。哦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咱行善做善事，啊做善事。哦，然后一去修两一空，啊，一去无修是一空。咱来去修会打气，咱来做掉，咱来念经，咱来点万数。哪要去哪去咱家，咱一定爱开大，嘛爱做欢喜，嘛爱做爱做感恩呢。咱来做前辈者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呢，可能叫咱做方面这边。嗯。卡数哪样点万数，咱来。你要叫跟你们做掉做过来，你来叫点人讲，哎，要么说，还是你要叫哎做掉，他做过你都唔来，还无发着你呐？你到时间到，然后才行起来。有阵时啊，因为人济会甲你疏忽你听无，会甲你骂。伊唔是无爱咱，是有阵时啊，爱直接甲你爆。有机会伊就去找你，无机会就故无去找你，你爱主动叫点来。改变了，安好唔好？嗯，好啦，好啦，吼。啊，时间已经十点啦，啊，我们还有啥时间吼？但恁今日去坐车来滴，因为咱拄只吼有欠药啦吼，啊，用苹果，苹果就是苹果嘛吼。啊，我咱一个月吼，咱有一个到教育班，啊，我交代咱的教务处，吼，因为咱会使讲啊。每一个教育班，咱来买一个课本，啊，来上天给你加持，菩萨给你加持，啊，让咱大家祈祷一下平安。哦，因为平安果，平安果嘛。哦，啊，那讲，那去庙时咧，听到的吼，要祈祷，祈祷一下平安，祈祷一下平安啦，吼。
啊，咱这自然，因为我拄则我进行过，咱若要去外口买只牛，就简单，敢是安尼？自己就当买啊。但是你为虾米去这个牛当客？嗯。啥物当客？因为只是经过人才去甲买倒来以后，一粒一粒分啊细，细细当中呢，因为一盘一盘甲摆甲安尼，遮侪工，甚至过去用着人个人食当啊，献用个老母娘，老母娘。到你家，咱这个班我一个月不得加起过，哎，这个房租吼，哎，给咱是无给起过啦，嗯，无给起过啦，不是故意当等级买的，啊，咱这给了老母娘是我的，你两个妹妹了啊，嗯，拿回去吃的嘛，尤其这么疫情吼，像两条吼，咱移民小天注意，打咱的家庭平安，打咱的家里事业平安，啊，打咱的。哦，这个就叫大龙平安啦吼！啊，我讲到这个所在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哦哦哦哦哦！他们他们，大众请立定，一起闭班，心力安详，八爱欢喜会班圆满闭班，向无极端五行三积功与前道一积功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目前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的支持悲鞠躬，感谢弥勒家园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目前的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的支持悲鞠躬，感谢弥勒家园前贤一鞠躬。送驾，